大家好，今次派人同大家介绍翻呢套 Kios 嘅静音练习股套装。呢套股系由五个股、四个插片所组成嘅一套静音练习股。呢套股安装非常之简单，低音量悭位，系一套非常之方便嘅练习打鼓神器嚟噶。首先，佢安装非常之简单，只需要几个简单嘅接驳步骤就可以完成佢嘅安装。而且呢套鼓非常之悭位啊！如果喺你唔需要练习打鼓嘅时候，可以将鼓板重叠，大大节省咗你嘅空间。当你需要练习打鼓嘅时候，亦都可以好轻松将鼓板移去适当嘅位置，你就可以练习你嘅打鼓啦。在鼓板嗰方面，你可以好自由轻松咁样调校翻佢嘅位置同埋角度，咁就可以配合到每个人唔同嘅需要啦。插片全部都系纯手工加好嘅插片嚟噶，佢声音非常之清澈亮丽，打击反应良好，亦都可以自由调校翻佢嘅松紧，做出唔同嘅打击效果。配合埋静音线之后，就可以大大发挥到静音练习打鼓嘅效果啦。至於佢個支架非常之堅固耐用，亦都可以好容易輕鬆咁調校翻佢嘅高低角度。至於腳踏嚟講咧，佢係由雙鏈彈簧所組成嘅一個腳踏，反彈效果良好，力度亦都好夠，踩落去好有穩定同埋扎實嘅感覺，亦都可以調校翻佢嘅彈簧硬度，做出你想要嘅效果。整體嚟講啊，呢套鼓係一套非常之適合新手去使用嘅一套練習鼓套裝。价钱1000多元就可以屋企度练习到打鼓，最重要系唔怕嘈到人啊嘛！佢轻松方便悭到位，唔怕骚扰到人，平时用嚟练习 movement 简直系一流啊！好啦，咁今日 part 零介绍呢套 Kios 嘅静音练习鼓套装就去到呢度啦。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，可以浏览 part 零嘅网页，或者直接打电话去查询有关嘅详情啦。至于网页同电话就放咗喺影片嘅下边啦。